再往后退了，谢谢。先往后，先。高院二审判决的结果，这个判决跟先前三个相关判决的结果认定不一样，所以这个问题必须要厘清。这个案子呢是一宗宪法诉讼，我争取的不只是我个人的权益，也包括中华民国未来总统他的权限不应该受到限制，因此我一定要去厘清这个问题，我一定会上诉。加油！